哇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我去，大牛能打吗？这个能扒皮不？哇，这么多，这叫什么牛啊？哇，好多呀！炸，打到他腰了，就干他！呸！帅帅帅，能扒皮不？别是别人养的，我下来看看，扒不了啊！能扒。好像是怎么卸下来，我卸他干什么玩意儿啊？劣质的狐狸尸体，那大个谁要你，上一边去。我看一下，能太好了。我这扒皮，我这么大个，这个叫什么牛啊？这个，哎呦我的妈，野牛啊。哎，往哪儿扔？你是不是疯了？还有野牛角，下来。哎，我的妈，这个得要啊，这应该能卖点好价钱。咱们主线是往那边走啊，不过得打猎啊，不打猎不行的，是吧？咱们子弹钱都赚不出来。哎呀，那白瞎了，那些都给放跑了。我干死几个是吧？还有哪个？这边还有一个尸体啊，在哪儿呢？跑多远呢？这是，这是一个，这个、好事儿啊。哎，这边还有个活的，先把这扒了再说吧啊。啊，野牛啊，叫我差点管它叫牦牛啊。牦牛是咱中国的。哎，这个就扒不了皮呢，怎么这个没有扒皮那个符号啊？这是为啥呢？卡 bug 了吗？这是没有啊，没有信号是可以扒皮的。这咋回事？我得把这个皮给卸来吗？另外一个哪去了？刚才搁这儿来的，枪准备好啊。哎，你说我用弓箭我能给它扎死不？两箭啊，三箭，四箭，哇，这弓箭威力也挺大呀。听，以前古代战争可不都用的弓箭是吧？也不要小瞧弓箭。哎，扒不了皮，小伙伴，哎，能扒不了皮，下回在肚皮上扒皮吧。啊，我估计能好一点，都不知道能卖多少钱呢。劣质的，能不能用？他这个打猎其实有一套特别。啊，得换下来啊！我刚出那个镇子，哦，这边就是野牛的区啊，有吗？有哎，那我还回去啊，看能卖多少钱啊？哦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个除了那个皮以外，还有别的呢？什么牛角啊，是吧？乱七八糟的，咱们再拆一下杠啊。哦，可以在肚皮这边啊，容易识别是吧？咱们看看这个野牛肉啊，什么还有牛角啊，什么之类的啊。这个咱们集中在一起也没用啊。这每次只能装一个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说我应该弄个那个什么吗？那后边带个那个什么马车吗？